今次带大家由柯士甸站去西九文化中心。首先在柯士甸站 C 出口进入隧道，往香港西九龙站，继续前进香港西九龙站 Hong Kong West Kowloon Station， 于2018年9月23日启用，途经车站大堂售票处，靠右前进，但受肺炎疫情影响，于2020年1月30日起暂停服务。疫情持续期间，因内地到港客运停止，前面升降机。2023年政府宣布高铁香港段由1月15日恢复服务。直上顶层欧一，前进行人天桥，行人天桥接驳港铁九龙站至一出入口，柯士甸站24至4出入口，元方及环球贸易广场，元方 Element， 靠左前进，继续前进，元方 Element 位于香港尖沙咀西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，九龙站上盖 Union Square， 环球贸易广场之下，在香港一座大型购物商场，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。经过15年历史，转左升降机上一层，靠左前进，途径天际100入口处，左边出口前进行人天桥，右边升降机下一层，靠右前进，再靠右前进，前面是富艺斯 Philips， 转左前进，左边是 M 家博物馆。 M 家博物馆已于2021年11月11日开幕。 M 家重点展出20世纪至21世纪的艺术、设计与建筑和影像，为世界上最具规模的视觉艺术博物馆之一。已经进入了西九文化区，继续前进，前面海边就是维多利亚港，对面海最高大厦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FC。 整个路程大约2公里，需时20至30分钟。由香港西九龙站途径元方商场、 M 家博物馆、西九文化区，沿路有瓦遮头，不怕日晒雨淋。好，今次的行程完毕，多谢收睇，再见。